这三位来自南非的外国朋友，因为在桃园大车因缘际会，在一阿面纸顶端看到吴建衡带三太子出国的介绍，有了来故事馆的想法，期待为故事馆知影更加侪吴建衡的故事。在他们的好心人士啊，就把这个有关北港故事馆跟北港 Q 饼的这个卫生纸盒送给他们，请他们就说可以到北港这边来看一看这样子。Hey everyone, yeah, everyone's helping us. Anne took us into her house to one night and she fed us. All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and we can see through that God is blessing us.其实这三位南非的外国朋友拢是为了体验圣经其中道理，飞来台湾，沿路拜托民众道三工。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这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就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把所有东西都卸在台北，然后要来体验这个圣经这一段的故事啊。来咱台湾佚佗啊，来加咱这个北部啊，看了咱台湾三太子的这种网络的影片啊，所以来加咱北港故事馆啊，来加咱北港故事馆去看到咱在地的一寡妈祖的文化，对咱妈祖的文化去更加有迄个兴趣，所以我伫遮是甲因介绍咱北港在地的一寡做意义的这妈祖文化。有外国朋友专程来找吴建衡北港故事馆，不但热烈欢迎，也安排吴建衡和伊通上电话，和外国朋友感觉真甘心，也期待会当互相交流分享。Where we come from, our religion and our story, and then he wants to share his story with us. So we're going to hopefully meet him in Taipei in a few days and get to know our stories and our dreams. 带三太子出国跳舞，吴建衡以这种特别团圆方式，不但吸引大家眼光，也吸引外国朋友前来北港调情了解，借着国际交流，台湾宗教文化也因此更加多元丰富。记者李嘉山，差不多。